有什么不爽的就明明白白说出来，别憋在心里憋坏了。那我问你，我哥之前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？是不是跟你打架弄出来的？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自个儿骑车摔的，你怎么就是不信呢？你让我怎么信呀？这些年跟着他四处晃荡，无所事事，干过什么正事儿啊？还有你，你之前答应过我不会让他受伤，现在怎么说？行，来，来，是哥哥没看住，哥哥给你赔个不是。穿上，甭惯着他。记住你的话啊，我哥虽然人笨又没脑子，但他对你是实心实意的。他为什么现在还没去当兵，你比我更清楚。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。时代要变了，不用知识武装自己是要被淘汰的。如果恢复高考了，不好好学习怎么去考？你说是不是，同桌？啊，不不不不，哎，同志，同志，要我说呀、啊，咱哥几个上学那会儿就属你学习最好。哎，你拾掇拾掇，没准考个状元。同桌，你没事多跟方子学习学习。我不学。为什么呀？你说春生哥坏话，我不爱听。这也就是你，这要换一男的，早花了他了。对，幼不幼稚啊？哎，我提议啊，咱们敬我们的寿星老一杯，祝他顺利的找到他的 Tony 啊！哎，对，花哥，生日快乐！